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是自然数了，啊要你证明说哈，这个是四的倍数，也就是四是这个因数了。好，这怎么证哈？我现在把这个哈，把因式分解了。那怎么因式分解呢？这个我这个给它配方，我就是 n 四次方啊，加上2 n 平方。啊，加一啊，啊，加多少呢？二 n， 啊，我这里多加了一个呢 ，n 平方嘛，所以要减，要把它减回来，减掉呢 n 平方，这里多加一个一嘛，多加一个一要减一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可以配方 ，n 平方加一的平方，那这三个可以配方吗？哦，这个是等于负的多少哈 ？n 平方减2 n 加一嘛，所以是减掉多少呢 ？n 减一的平方。好，就 a 平方减 b 平方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是这个减这个是 n 平方了哈，减 n， 加二啊，哦，就一减掉负一嘛，加二。哦，是这个加这个，这个减这个了，啊，再来是这个加这个，这个加这个就是 n 平方加 n 了。好，那这样可以因式分解，这可以因式分解，这个行不行啊？我看啊，这个减这个的话，这个不能因式分解，这个可以 n 呐、啊、乘以 n 加一。不过呢，我这个可以什么哈？可以那个，这个可以哈，写成多少 n 啊乘以 n 减一啊加二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哈，这个是连续两个整数相乘的话。它一定呢是偶数的，啊，这个也是偶数嘛，这是连续两个整数相乘，这是偶数，加二这是偶数，这是偶数了，偶数，这也是偶数了。好，那这偶数的话，我可以令它叫做二 k 嘛，啊，这是偶数的话，我可以令它叫做二 h， 所以呢，它是四的倍数了。4HK， 这样就得证了。